现在 I'm on my way， 我现在要去剪个头发。你看我现在头发这么长，我现在应该有一个月没剪头发了。因为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上周下了暴冰雹，我以前也不知道冰雹是什么，然后这次我了解到了，给你们看照片。那天非常严重，我们这边有差不多两三万人都没电，然后有些人，我们是上周二停的，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二周的周二了，然后还有人没有电。你看我们这些路边的树，他们树枝被压垮了，都还没有人过来修。我现在去剪个头发，因为我头发真的太长了，好久不剪，我现在头发都已经长到可以甩起来了。看这些黄毛，我今天要去把这些黄毛都剪掉。第一次染头发的时候感觉好帅好爽，但是染完之后发现头发第二天就长出来的感觉，真的就觉得啊，这么快就补染了吗？而且要也不是说很普通的补染，是还得要去漂。我最近听 Mark Overseas 的听了非常多，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很对我的胃口。没有什么喜欢的歌手，然后最近在听，也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因为我最近其实基本上都只有在听他的，一首歌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一直循环。我也发现，我每次看说唱类节目，我从第一季开始就是，我基本上只能看个前面五期六期的样子，最后都看不完。有好听的歌推荐给我哦，然后我给你们推荐 Mark Overseas， 他我觉得我听的所有歌都挺好听，都是可以加歌单的那种。早起的人也不少，说起来简单也并不简单，比如我其他的事都不鸟，我刷到也能够把事情做好。你看到了没，你用尽了手段，眼睛都冒出了血，才看到我的。我吃完了披萨，再写过一样的飞，也删掉了负面的短信，和你的不可能每一切都能掌握了刚刚的原理，要干一下心里才安逸，这你妈生我不能让所有的每一垃圾对我不得参与，披萨有些不出分级，等到过一遍。Yes, sir, for sur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es, sir. Yeah. 抱歉，我发现不是脱发，就是感觉好像有点秃的原因，是因为明显感觉到我这两个边边是有往后移，就是变成一个 M 形状，然后。我一直在想到你哪里出问题了。我当时编的时候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因为我后面自己我会勾嘛，然后就把边上这些边上的小绒毛碎头发 baby hair 应该是要留下来的。黑人他们编的话，他们也不会直接从发际线开始编，他们会发际线留一点出来，就差不多留个两三公分，然后往下梳，就这样，然后从上面开始编，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把这些绒毛很脆弱的小头发全部都给搞掉。然后我就因为我不懂嘛，然后就当时就一直把这边小绒毛勾进去勾进去，但是这样子其实是扯到头发的，然后后面就感觉越来越扯的这些就开始往后，然后就好像就有一点点秃，所以我现在希望可以把头发长回来。剪了一个上面是四号，然后这边 skin fade 耶、yeah ，哇，舒服。我要去我的朋友家，我那天去找他玩的时候想到了一个我们从小非常爱玩的游戏，然后又很久没玩，穿越火线因为我们初中特别爱打的一个游戏，然后我们看了一下，结果还有美服。因为我的电脑都是苹果，所以没办法，他要给我的苹果电脑装一个Windows 的系统，然后先暂时用一下。那天上去玩了一下美服，也是有很多挂，但是就是他那个特效真的好爽，然后特别是有朋友玩，然后现在我们又哪里去不了，没想到今天开始除了做饭就开始玩游戏了。他唱的是 Yeah Girl， 我一直以为他说 Yeah Girl。 Let's go。
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话，有一个现象很普遍，那就是我们大家家里都不锁门的，因为住公寓，然后感觉一楼房也没什么东西，基本上都是不锁的。你这在玩啥？又玩这个手游。玩咱俩睡觉了。真恶心，人家用手机，你用电脑。没有，我现在都用电脑。我拿了这几双去做拍摄，16年的 Jordan 1，因为他们说要白色的鞋子 ，Common Project， 然后他们那边又有衣服 ，Puma。美好的一天，这个车就是有点吵，其他都挺好的。各位怎么样？最近你们过得可还行？我开车大概要半个小时，然后他们租了一个，应该是租了一个 studio， 是给一个二手服装店，其实是一个我朋友的一个作业了。然后他们好像他认识的一个朋友有在一个 thrift store 工作，然后他们就可能是想做一些关于 fashion 的东西，就觉得我是个合适的人选。前两天他就问我说，哎，你可以做我模特吗？我觉得挺好的，多好的一个机会，虽然我出片不怎么能出片，但是无所谓了，现在过去等到了之后再说。 Let's go。 What's up？These with the shoulder pads, so I'm super obsessed with this. And then this one, it's honestly low key tattered, but like every single, like my, this is my grandma's, my aunt's, my mom. So we'll just not get this. Okay. You want to explain what we're doing today?Oh, your behind the scenes is for your YouTube thing? Yeah. So we're having a photo shoot today for my R magazine. Abby sells vintage clothes. Wow. I'm just chilling. I thought you were the one. I'm the photographer. I thought you were the one putting everything together. Oh, yeah. We're doing it together. Cool. Okay, should we do blue or pink? This? I'm wearing this. Suit coat right there. And then. Woo! That's nice. If you can fit into these.Okay. Maybe you can go behind the bushes. This is what I'm wearing. I'm going to try it. A turtleneck. A green suit. And two pants. This is how it is. This is the design that I made today. Okay, so this is my outfit. This is what I'm going to wear. I have a hat. But I don't like this hat. Check it out. They want me to wear this hat. But I don't really know, bro. This is what I'm wearing.我的铺马用上场了。Look, we match! Yay! You want to say hi to people in China? Hi, everybody! It's from Oklahoma. They were like, I don't know where. Oh, hi, everybody! We're from Oklahoma. 看看这个真的是 vintage， 这个都是他们爸爸妈妈传下来的衣服。这件也好可爱。都是女生的比较多，我怀疑我身上这些都是女生的。好美式啊，他们这些。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穿的是最正常的，他们都有点，他们也不懂啊。这边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拍摄地点，这是 studio 外面，然后美国朋友都爱拍这种红红黄黄非常有秋天感觉的东西。加油！拍完了，朋友们。哎呦，现在我要去买了两台 iPad， 然后刚好我今天在这边，我就给他们领一下。对。New iPad, let's go! 现在在我们 shopping mall 里面，我们这边现在人都还蛮少。苹果现在也不能随便进去逛，一定要预约，然后每个人只有15分钟的窗口。我有下了两个订单，然后第一个订单下完之后预约完，然后第二个订单那个时间就不可以预约领，也挺奇怪的。我觉得应该可以拿到吧。他说，如果你迟到的话，可能就要等。
哦，那果然现在门口都开始排队，还有保安。哇，现在变成只有这样的，他们就变成两三个窗口。Alright, thank you. Oh, I think I left it in the car. I'll be right back. 我好像忘了拿我的驾照。哎呀，出门前还想说一定要拿，结果还是忘了，钱包没拿。我现在只有一张学校的 ID， 不知道可不可以，看能不能 finesse 一下了。哇，实在没办法，我让 finesse 成功，没有用那种正式的驾照也顺利拿到了，感谢苹果工作人员通情达理。我竟然会没有带 ID， 我出门前还一直在想，一定不要忘了带 ID。我好在是拿到了，回家。